贾川，贾川，陆老师，贾川呢？啊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什么故意的？刚才抓阄的时候，你是故意让我和贺老伯住一间屋子，是吗？你不是讲公正吗？怎么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呢？您怪我了？那不不不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是想让我去照顾贺老伯，是吗？你做得很对，陆老师，我能做的就这一点点啊。最重要的呀，就是要去做。哎，你比前阵子变多了，变得怎么样了？长大了呗。安丽，咱们已经结婚20天了。我知道，可是你别勉强我好吗？在给谁打电话？小凤，我也在给他打，可手机一直关机。公子，我一直觉得欠了小凤好多好多。夏川，这是你这次回来说的分量最重的一句话。小凤儿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王主任，他一直这样处于半醒状态，还是没有恢复意识呀。继续观察。嗯，我担心再这样下去啊，他可能变成了植物人。可是他身上没有任何的身份证件，我们又不知道他的姓名和身份，怎么替他寻找家属呢？你再仔细找找，看看他还有没有什么随身物品。起来了，这个是病人的。可是砸坏了。没关系，有办法。我把卡取出来呀，换到我的手机上，总能等到吧。这菜也差不多了吧？快了，我立刻过来。哎。鸳鸯会是什么呀，董二哥啊？鸳鸯会，行行行。哎，骆师，哎，这个鸳鸯会是啊，这所谓的鸳鸯会就是红萝卜炖青菜头，一红一绿，图个吉利嘛。你看，陆老师啊，是个文化人，他就是不一样。这简单的菜名从他嘴里说出来，你看
不一般吧？哎，就是啊，陆老师，你屈身给百惠当二厨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不，哪里哪里，我真是心甘情愿。哎，你听见没？我心甘，你情愿。哎，陆老师，我看哎，您也别藏着掖着，干脆您就跟百惠婶啊，这个一个红萝卜，一个青菜头，一红一绿，一男一女，来个鸳鸯会算了。正好，东啊，不能这么说，小心我撕了你的嘴啊！哎，刘叔，您看百惠婶说的，我们这家园重建，当然也包括这。爱情重建吧！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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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，你看我正烦呢。哎，到。啊，没事，去玩去啊，别跑远了。还躺着呢，烦。哎，老娃给你打的饭怎么不吃啊？一会儿都凉了。那叫饭菜。啊，这不是香喷喷的大米饭吗？有鲍鱼吗？啊，有捞饭吗？捞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现在能配我黄立强吃的，那至少应该有只土鳖吧？啊，土鳖？我看你长得像土鳖。你才土鳖呢！啊，行，你说你要吃什么吧？哎呀。我这人呢，要求也不高，有只蟹就可以了。哎，那最好是阳澄湖的大闸蟹，母的4两重。哎呦，那蟹黄啊！黄哥，你连吃你也这么霸道啊？哎，这，想当初你黄哥那哪一天哪一顿那不是隆重大餐啊？哼，我告诉你。背后还站俩女的。行了，别做梦了，赶紧吃饭吧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说不吃就不吃，谁吃啊？谁是王八？你爱吃不吃。哎呀，我自己都搞不清楚，这风儿的事儿，能瞒百惠能瞒多久？这个事儿闷在心里头毒啊。闷了，哎呀，我都快问不起喽。贺老婆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咱俩一块看。哎，那现在好不容易住进新房子了，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来，喝点茶。嗯。土鳖你也吃啊？啊，谁吃啊？我拿出去倒了。哎呦，啊，青菜菜了，自然啦。哎呀，我得找不足。哎，低调点，低调点。真到了，嗨，你以为你黄哥是那号人啊？况且我还说过，谁吃啊？哎，哦，别动，别动了啊！好，看，你啊，这什么呀？啊，哎呀，我就尝了一点，哎，滴滴滴滴，你还没吃饱呢吧？你看看，这是你们搞的，完全是个手无荒脚嘛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别忘了你黄哥我，现在是全镇的名人，是大款，是首富。那不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吗？你，
你看见你们搞成这样，我黄立强可丢不起那人。你以前啊是全镇首富，现在可不是了。你啊，应该算全镇首穷了。说实话，你还没我有钱呢。哎，改抢了。哪来那么多钱？本事大，自己硬打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以此为戒，从今往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对。你是找不着你住哪个房间了？你嘞？妈哟，可以死！哎，你看清楚门牌号了吗？哎呀，这个字儿太小了，就我看不大清楚。哎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我倒是看清了，只是我把门牌号搞忘了。其实啊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看，我们住的房间都差不多，容易走错。其实有个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在各自家门上挂一个明显的标志，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不败了！不败了，不败了！哎呀，太安逸了！黄哥啊，您这个有点意思。来一碗。哎，黄哥，你怎么挂这个呀？这八四三，哎，这是破鞋。找我。哎，嘉善哥，我想问你，有我姐的消息了吗？她现在应该回来了吧？别担心，你姐肯定会回来的。那你们去？你姐回来肯定希望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。喂，叔，你看这块地了吧？啊，离河滩还近，这重建砂石厂啊，我就准备在这块儿。选址选的不错。哎，爸，这爸，小川，哎，嘉川，你怎么慌了慌张的？小姑出事儿了。什么？
爸，记住这件事儿，先别告诉李总。知道了，路人你们小心点。走了，叔。哎，是我的，是。家川，有什么情况一定要回来告诉我，咱们一起解决好吗？好，知道了，老大，回去吧。好，路上小心。都怪我，当时要是狠心一点把小凤带回来，他就不会出事儿。虎子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别着急，急也没用。哎，你真打算把砂石厂重新建起来？对啊，重建砂石厂，见效快，收益大，村子里的人能马上挣到钱。虎子，家园重建是大事，咱们不能为了眼前几个小钱儿啊，影响咱们村的未来。我这么做就是为未来打算的。虎子，你是不知道，咱们国家现在提倡环保，以后的新农村那都是环保型的。我现在没心情给你讲这些。目前虽然身体没有大碍，但是由于左脑和下丘垂体受到了撞击，所以病者呈现出典型的临床失忆症。那他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啊？这就不好说了。目前医学上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切实有效地医治这种病症。不过有种手段，或许能够有用。什么手段？就是不断地向患者讲述他所经历和熟悉的一切，这或许啊能唤醒他的记忆，这叫记忆激活。记忆激活。你说像大夫那么说，有用吗？总要试试。那这样，你先给他讲，我给刘叔打个电话，把情况跟他说一下。家川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你要是听见了，就点点头，或者动一下手。哎，这么长时间没见你，我心里有好多好多话都想跟你说。叔。情况就是这样，说你们就别来了，现在来了也没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凤，我们的凤凰村没了，我们的家没了。小时候，我跟你说过，等你长大了，我就会给你一个家。当时你特别开心。其实到现在我才明白，对一个女孩来说，给她一个家，是多么重要、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。不管你将来怎么样，我都要给你一个家。现在的家没了，我就建一个新的家。
现在的凤凰村没了，我就建一个新的凤凰村。虎刀，虎刀，怎么了？小凤好像动了。小凤，小凤，小凤，家，凤凰村，家。凤凰村，没有反应。亚娃，你问我为什么不开心？我在想我姐姐。来，我跟你比一比。看谁飞得远，走！哎，钱多少？马哥，啊，哎，这钱是你的？我说，我照顾雅娃去了。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找你姐姐？地震了。不是。那什么？地震的时候你已经被埋在超市里边了。马哥，幸亏你救了我。我说的是在这之前。什么？其实，在你被埋在超市之前，你就已经来找你姐姐了，总有原因吧？为什么？哎，也没啥，赶路吧。哎，臭小子。啊，你干什么？不是我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。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让我很没面子，很无语。哼，想当初，你还哥我，是财大气粗啊！啊，一里这钱，老子根本看不上眼。哎。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啊，我就朋友借的。上回你说自己印的，这回又是朋友借的，你……对呀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喂，你好，是桐浦乡派出所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是银山镇的派出所的马千里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啊！我们想请你们帮我们协查一个我们镇上居民的情况。他是一个男性，名字叫李草，木子李，草根的草。对对对。好，谢谢。那我等着啊。桐木乡回馈的消息证明李草的身份确实不假，但是有一点很怪，说他外出打工两年了，一直下落不明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他外出打工两年，他没想过去找他姐姐。
却恰恰在地震前他回来找他姐姐了。那之前的这些日子他在干什么呢？所以你啊，警察当惯了，总以有罪推论来看人，你怎么就不能以无罪推论来看人呢？也许李草是想先挣笔钱再来找他姐姐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？嗯，两年挣完钱找他姐姐，是，话是这么说，不是话是这么说，是人的心理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。就像你，老是以警察的眼光来看人和事儿，也包括看当初的我。哎，当初咱们俩好的时候，我可从来就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你啊。你是骨子里不信任你自己。我。表面上大大咧咧、嘻嘻哈哈的，其实心眼就跟针眼一样小。好好好，哎，我今天来可是谈工作的啊，谈正经事儿。你为什么什么事儿都往我身上扯呀？这里是哪儿啊？这是你的心理治疗室啊。这不就对了？你虽说是来谈工作的，可也顺带治病啊。我没病。你不是嚷着说你有病吗？嗨，我说我有病是想在这儿多待会儿，是想咱们俩的和解。和解成不成不要紧。哎，这对我来说非常要紧。重要的是要找准病灶。对，对对对，哎，你就是我的病灶。胡子，胡子，嗯，哎呦。半个小时了，该我了，你去歇会儿吧。哎呀，你说家川，我们就这么跟他讲有用吗？下午我讲到凤凰村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的手突然动了一下。那大夫都说了，那是无意识的动。那大夫也说了，必须坚持跟他讲述过去发生的一切，才有可能记忆激活。你去歇会儿吧，我接着讲。我也不睡了，干脆咱俩一块给他讲吧。还是讲讲你的砂石厂吧。我可不想跟你吵架。咱俩不吵架，好好说。你真的打算重建厂子呀？对呀。胡子，那可是我们的家。正是因为我们的家，我才这么做呀。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可是……可是什么呀？啊？我这么做有什么错呀？你天天跟我念叨砂石厂，砂石厂，你不烦吗？但你的方法不对呀。怎么不对呀？只有这么做，咱们村子才能尽快的恢复起来。你方向错了，只有南辕北辙。你的方向对吗？我不是在找吗？这不废话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小凤醒过来，她也会站在我这边的。胡子，我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劝你，包括劝我爸慎重，小峰也是一个原因。我在心里承诺过，要给他一个新的家。这个新的家是什么样子，我现在心里也不清楚。但是我觉得，最起码，他不应该像眼下那么多农村那样，办厂子、建养殖场。他不应该是急功近利的、表面繁荣的地方，而他应该是一个真正充满勃勃生机的地方。它应该是绿色的，青山绿水的，富有人情味的，我们离不开的，就像真正的家一样的地方。乐师，嗯，这刀法越来越熟了啊！今天中午吃什么呀？回锅肉。等你百回嫂子法镜买回来以后，你小子就等着流口水了。
我这个可是还惦记着早点吃你和百慧婶的这个鸳鸯会啊。老乡你好，请问江北会住哪个地方？前面我右拐。好，谢谢。陆老师，陆老师，哎呀，贺老伯，不好了！什么不好了？百慧给劫走了。什么？劫走了？谁劫走了？消防队的领导，说是要请英雄母亲做报告会，正好百慧买菜回来，走到门口，正好撞上，现在接到车上去了。哎呀！这边走。哎，江青呢？我儿子呢？大嫂，我们全队的战士都是您的儿子。哦哦，这边走。大嫂，哎，这边。哦哦，谢谢。同志们。我们刚刚表彰了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集体和个人，接下来我们还要特别表彰一位战士，他是我们支队的骄傲，也是我们整个消防战线的骄傲，可他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他永远都在，永远都荣升在我们每个战士、每个中队、每个支队的精神里。他是我们特勤中队的战士蒋峰。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英雄的母亲。现在我们请英雄的母亲上台为我们做报告。知道了，我只想问一句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。百惠，咱们回去吧。我不能被父母丢脸。大家做饭。
女，乃是像英雄的母亲。司令。吃都堵不住你嘴，走。我是当妈的，知道那份疼。小江，我陪你坐坐。能给我一支烟抽吗？我不抽烟。坐近点儿。再坐近点儿。老师，我这心里好空啊！我能借你的肩膀用用吗？
我看见流言了。哦，你瘦得回调了。飘下来的，我知道。